良好的习惯都从小时候养成。啊，不杀生，养他什么？慈悲心呐、慈悲心必须要养成他不吃众生肉。那为什么不忍心啊？哎，这里不讲因果，单单讲慈悲心。啊，人要懂得因果，不敢吃众生肉。人有慈悲心，不忍心吃众生肉。啊，人要有慈悲心，不忍心害别人，伤害别人。为什么？不道德。啊，如果懂得因果呢，不敢吃众生肉，不敢伤害别人。为什么？要有报应的。善心善行有善果报，恶念恶行有恶报啊。业因果报啊，丝毫不爽啊。我们前面一品学的很多啊，前面一品专讲善恶报应。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我学佛半年就长素，吃长素了。为什么？我懂得理并不懂。我害怕果报。这个果报呢，是我亲自看到的。啊，我看到我父亲走的时候，果报。啊，父亲是个好人，他造的罪业很重，什么罪？喜欢打猎。抗战期间，他是军人，啊，军械官，管什么呢？管武器，所以枪支弹药就非常方便。啊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大概十五六岁，啊，家里面长长短短的枪八支。管武器的嘛，啊，子弹是一箱一箱拿回家来的，所以打猎了。每天早晨起来，天还没有亮，啊，就把我跟弟弟叫起来，跟他一起去打猎。我弟弟很小，啊，他不敢放枪，啊，那我们十六七岁了就可以了，我也跟着他一起打了。打了三年了，啊，每一天至少都要打十发子弹，啊，所以枪法是练出来的，要不要瞄准？不需要，几乎是百发百中，对吧？我也练到这个本事，啊，天天练嘛，天天打嘛。啊，学佛之后一回想，我父亲死的时候，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完全一样。啊，看到山往山上跑，人骨瘦如柴，可是力气很大，几个人都抓不住他。看到水就往水里面钻，非常可怜啊。那是什么？杀生的果报。
啊，打猎在山上，抓鱼在水里头。啊，鱼是怎么抓呢？用炸药。啊，在水底下爆破，鱼整个翻上来，一颗炸药下去之后，总有几千条鱼。那个时候不知道啊，所以在战争那些年当中啊，生活非常艰难的。那我们家里天天有野味吃，啊，可是胜利之后也不过就是5年之间。他就遭这么痛苦啊，这样死去。我学了佛，一看《地藏经》就呆了啊，讲的完全一样，不敢吃肉了啊。所以张家大师叫我学布施，我头一个就是修放生，自己没这个力量，大众放生，我们欢喜出钱出力，啊，跟着一起去，这个罪业造得太重了。《楞严经》上说的好啊，人死为养。养死为人，你吃他半斤，来生还他八两。啊，这是说业因果报啊，欠命的要还命啊，欠债的要还钱。